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又来到我们古尊胜诉的盘式定零啊，我是蔡卓妍蔡老师。今天的大盘呢，好，这个台积电的推动哦，那么创造了这个历史的高点，同时台积电的部分呢，它也创下了新高，来到八百四十四元。那这一波我跟各位丁零过，整个台积电的部分呢，量呢，如果没有做有效的补量的话，那么它这个假突破有可能后面有干扰。 甚至还再做一次的缩脚跟拉回，那影响到的是大盘，好，所以呢，大盘的部分也是如此、哦、最近呢，这个大盘的部分呢，它创了一个新高，今天呢做一个创高之后的一个一个小压回，好，做一个涨幅的收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量价的一个状况，最近这两天好，实际上是有做量价的配合的。那虽然台积电的量不够啊，但是呢，由其他的像。 好像这个航运股啦、金融股啦，包含了像联发科啦、喔，好来去做这个带动。那么把量的不够的台积电，但是呢指数还是能够相对强势。可是我再次的跟我们所有的一个投资朋友做叮咛哦，这个盘选股不选市还是非常的关键。选股不选市，你可以利用方法、喔、你可以利用技术，比如说我跟先前跟各位叮咛过的对称乾坤，来我们再回顾一下对称乾坤我们说过的。 比如说像三六九一的硕和，啊、哦，当时在这个位置，那么这一根这一根出量的，哦，就是一个启动的讯号。那启动的讯号呢，预估要过前坡高点，所以呢，它果然创一个新高。但是呢，来到创新高这一天，我们跟各位丁宁说，这个地方是一个价差上的卖讯哦，因为呢大量长黑。 而且呢，判定为主力转向，或者是供应筹码的力量，它是属于非散户所为。所以呢，我们跟各位定理说，这个地方的买进多方，那预期会创高，果然它创新高，一直到这个相对高位的卖出，那果然它做了一个拉回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拉回的同时，如果它结构未完，交代完侧撑，甚至呢，交代完破低。 随时量之就还会再出现再起的一个讯号，所以呢是来回价差操作的、哦。所以缩合的部分，我们说对称乾坤，对不对？入射角、反射角，这个是正常的。那如果股价在反射角之上，配合价量齐行、配合扩量的连续，它就能够做一个创高。比如说当时我们在丁宁的像三六九一的缩和在四月三十号这一天，我们提醒啊，是一个多方机会。那果然呢。 做的部分啊、哦，中间出现了两根涨停，一直来到了这个五月十三号这一天了、哦。五月十三号前天，好对不对？就上这个前天了、哦，礼拜一，两根涨停之后呢，这一天出现创高一百八十二块钱，大量长黑，大单占比偏重。好、哦，当时邵老师跟各位说，长黑大量怎么做？我们说站在卖方，对不对？就是在这这个位置啊。 站在卖方，那后来呢？我们看到昨天，哎、欸，果然它拉回，但是邵老师提醒我们继续等买点哦。今天继续再拉回，有没有压下来？果然做一个拉回，那是不是我们先前预告这个位置站在卖方拉回之后得到验证呢？所以我跟各位丁丁说，拉回我们等什么？我们等买点，因为呢，预期多方的结构。 未完，好、哦，就是没结束的意思。所以呢，随时会再做高出低进的价差操作。那同学们去看哦，这个地方来买进、卖出、拉下、拉回下来。如果一旦满足之后再买进之后呢，如果它出现高位再创高再卖出，这一来一回累加起来的投资报酬率，哦，就非常的可观。所以呢，积累。 小胜而成大胜，选择股票靠智慧，下手买买股票靠勇气，对不对？什么实际高收柜才是真正的价值？你看到雷虎的部分，先前我们做了一波低档，三月二十二号做齐涨买进，买进之后呢大涨了六成，好六成我们在四月十五号预告准备要获利，后来果然这个地方有利多消息一个涨停嘛，隔一天我们站在在卖方，后来果然它走了比较明显的，比较明显的什么？ 的整理段，这里买进之后呢，预告站在卖方，后来果然走了一个拉回跟整理，对不对？一直到昨天，量价在做配合，这里是不是入射角点反射角的强势区啊？那主力在做量价的起扬，主力在做。 力度上的增强，买盘力度的增强，所以呢，你看到股价的反应就是准备要怎么样？入射角等于反射角。如果它在强势区准备要怎么样扩量连续的话，准备要做创高哦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今天呢这个股价的一个反应的部分，虽然多空震荡，但是呢，短线创一个短高。可是刚才有说价量要有一个连续的状况，所以呢，量的连续支持它能够再创新高。 那我们买在这个位置，已经拉开成本，利于不败，啊利于不败。所以呢，五月十四号，昨天多方在一起高出低进，对称乾坤，对不对？哎，今天再往上做一个震荡。那虽然今天震荡的情况之下，但是呢，随时都还有多方在攻，除非它破了这个缩量的低点，啊，这个就是防守。 除非破了缩量的一个低点，所以呢，反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反转折必有征兆。那最近盘面上里头还有什么样子的个股具有对称乾坤，甚至呢走出创高的机会呢？今天邵老师呢继续来跟各位做实战的演示跟教学上面的一个说明。啊三这个三四零六的玉金光零五一四啊，就是昨天，昨天五月十四号嘛，哈。 突破缺口左转折了，來我们注意看哦，它是另外一种结构，它是一种怎么样呢？它是一种对称角度线的的连续状况，好，连续状况什么意思呢？来，我们看一下、哦，你看它这一波，这一波从从这一波做起涨创下一个高点，后来做一个拉回。 拉回之后转折之处有没有？转折之处它是比较偏弱势的，所以呢，它在这个位置呢，它就再一次的休息跟拉回，它很难去上档的套牢跟压力做过高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在做多重角度线的观察，这里从高点拉回，再做一次对称角度线。 很明显的，昨天就是创高了，所以呢，它在这一段的结构是走对称乾坤，创了前高。那现在目前往多方进，今天再带一个多方的支撑缺口，而且量价齐扬，所以代表的是呢，他接下来要来挑战这个高。但是挑战这个高，必须要在做量价的强表态。那所以呢，你看到像在昨天这个地方哦，就预期能够做一个。 明显的攻高跟大涨，所以呢，昨天预金刚的部分里头，它的这个股价的反应呢，就慢慢的、慢慢的收收在相对高，所以呢，你在早盘当预期对称乾坤做高、做创高的同时，量价齐扬的同时，就可以留意到多方的机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昨天站在多方买进，多方买进之后，今天啊，这个公布出来第一季的。 EPS 九点六元，史上最好的第一季，九点六元在激励它再出现大涨。那果然今天在大涨，带了一个多方缺口，所以呢，一样是属于表态的讯号。那你自然而然利用昨天的低这个这个承接做进场，顺势而为做进场，然后呢，把握住这两天大涨获利的空间跟机会。那如果它在创新高， 就留意创新高之后，是不是有出现这个转向的卖讯，长黑的大量，好，这种价差的卖讯，好，如果没有，就一直多单续报，直到它出现卖讯为止。所以呢，你看到我们反复的行为，把它养成好的习惯，好的习惯可以决定我们一时或者是永远的命运。好，老师跟各位说的，就是分成两个区块，一个操作的部位是以长线为主，比如说长线的部分里头，我们聊到的像一四零二的远东新呢。 二三五七的华硕啦，好、哦，你看到远东新就拉回，如果它有拉回，都是多方思考。那如果它有明显的出现这个高档的转变，那就留意价差的操作。那一般而言都是多单续报。所以呢，你看到远东新的部分里头，哎、欸，我们送给各位的，哎、欸，其实慢慢的时间的拉长，非常稳健、啊 那送给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的一个部分，我们说它适合稳健型的操作者，好，适合稳健投资的操作者，它不会输给你买的其他的 ETF，比如说像零零九四零，它不会输给这个九四零的一个部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看九四零还在等解套啊，今天就压下来了，九点六三还不到十块钱，然后呢，你看远东新创新高，轻轻松松。 把握住赚钱的机会，所以呢，这里是机会之地，而我们正在收成。那其中呢，蔡老师在上个礼拜有预告，我们说呢，二五七九标标股法则，啊，蔡老师公开预告跟验证，公开的演示，然后预告跟验证。当时我们在上个礼拜啊，做这个二五七九标股法则隐汉的这里买进，对不对？后来拉了一个板，拉了一个涨停，然后呢，五月十三号，哎、欸，震荡小涨一些。 那如何操作？蔡老师说呢，就是顺多看，因为蔡老师跟各位叮咛过，像类似这种短线四强的个股哈，短线四强的个股，在技术的操作逻辑而言，如果这个四强是属于主力攻击没有结束的四强，而且呢是属于正在攻击段的四强，那么。 往往短线都还有一个立竿见影，而且速度快、效率高的操作绩效。所以呢，我为什么敢在上个礼拜先做买进？买进位置在这里啊。上个礼拜是五月十号哦，五月十号这地方买的位置在这里。好，像次也跟各位做一个做一个公开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演示哈，公开的一个说明。然后隔一天，五月十三号。 小涨，对不对？震荡之后小涨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在这里，好，五月十三号震荡之后小涨，对不对？在五月十三嘛，那五月十四号蔡老师跟各位丁宁说，他会越关越大尾，因为受到了机器人的概念，再加上呢它的工具机、工业母机整个获利稳定的状况，同时热这个热门的题材做加持的情况之下。 蔡老师预估会越关越大尾，而且昨天还在小跌的时候跟各位做叮咛，随时再起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今天马上攻到了涨停板，今天做分这个昨天做分盘交易嘛，分盘交易蔡老师跟各位预告说随时再起会越关越大尾有没有？是不是今天公板？今天公涨停亮灯，昨天预告再起，今天再亮灯，果然越关越强，那这个就是四强的一个状状况。 这也就是我先前跟各位事前预告，资金效率速度快，公开的预告，事后的验证。所以呢，在股票市场它操作的一个部分，往往是是凭感觉在做赌博式的乱做。在股票市场获利的人，都是技术策略，还有呢产业深度的研究，综合性的面面俱到，环环相扣，层层相接，你才能够赚到该赚的利润。好，再来我们来聊一下铜价。 同价的部分呢，从去年的七八五六到这个这个高点已经再创新高了，哦，现在已经来到了一零三多了，今天大涨两个百分点，好，再创新高。同时呢西野楼龙头建涛也在也最近也大涨了超过五成。那当时我们跟各位叮咛的是是这个风清，但是风清最好是说呢，因为它短线上的技术面有创高之后创创高要休息，所以它果然做一个休息。 好，这里就是创新高啊，这里是拉回，这里拉回对不对？拉回，那这里呢，我们预估会创高，对不对？后来果然做一个创高，但是创新高我们找卖点，好，这个地方做一个多方买进，好，这个是风清，风清当时我们在四月，呃，在四月这个地方哦四月二十六号，哦，就跟我们学员做提醒。 十月二十六，26, 在这里果然是一个起涨点。那实际上，同价的大涨不会只有这个线材厂会出现大涨。你看，像 PCB 的材料 c c l 铜箔基板，它也会受惠。那另外包含了像这个线缆类的哈，也开始在做蠢动喽。好，也开始在做蠢动喽、哦。所以我提醒同学们的一个部分，就是说呢，你务必要去留意这个变化。如果它是一个启动起涨的时机。 请你务必电话的拨通，跟好脚步，就如同我在这个礼拜一送给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，像这个破而后立这档个股一样，今天一样再创新高啊，那一样是转机，同时也是非常强势啊。礼拜一、礼拜二到今天礼拜三都纷纷的是强势的演出啊，那你的布局一定是在先前卡位在前，你才能够轻松的掌握住它再起的空间机会。所以呢，这一波我们跟各位叮咛哦。 你加蔡老师的好友，或者是电话的拨通二零二二三六九三三三，3, 把握住接下来铜价还有哪一档会出现齐涨的讯号。好，蔡老师预估应该这几天很快的就出现，最快可能明天就出现。好，明天就出现铜价大涨受惠的方向，然后呢齐涨的启动讯号。那这个时候我希望同学们在启动点，请你务必一定要好好的把握。 哦，就像这个地方一样，比如说像八零三三的雷虎，和这种起重点、起涨点一波上去，拉回再一波上去，或者是像三六九一的硕和这种起涨位置有没有？这里拉拉回之后起涨的位置，这个都要特别去做一个留意啊。那另外你看到像这个像这个六二零七的雷科之前也是一样，拉回我们在这地方多站在买方创新高，对不对？找卖点是不是下来？那包了像六二。 机器人概念的六二五一六二一五的合春拉回是不是创新高，但是这两个股票是已经卖飞了，我们就不会再跟各位再做一个再做一个提醒了、哦。但是卖也是获利了结的卖，好、哦，那我也跟各位提醒，就是说呢，接下来同价大涨，哪一档个股会再做起涨点的发动？我希望同学们务必跟紧脚步，掌握住电话拨通跟紧脚步的时机。好，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